要恭喜这优质歌手王力宏当爸爸了，因为他的太太李静蕾昨天是提早产下了爱女，而且名字也取好了，叫做王嘉丽。家是嘉义的家，丽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利益的利，而王力宏是全程有陪产，目前的母女平安。他们还在微博上抛出两个人用手圈住女儿小脚丫的照片，开心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，还写着期待已久的小生命提早来报道，并且谢谢大家的祝福。